我们现在去吃早餐，然后9点钟呢就去接宝宝一起回家啦。现在去吃早餐，我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没干。哎呀，那个洗澡水简直像暴风雨一样的，特别大，那个龙头太大了。主要它那个上面淋浴的头也大，没有这么大，是，是它能吧？做，对，它又水有压这么大大，又就那宽。个淋浴头比我们的身体都宽。不是，它浪费水了，其实，是不是？还是昨天晚上餐厅了，啊，白天再吃一顿挺好的。行，我把包放这儿了。行吗？好的。我看你拿啥，顺便你要拿着就帮我一起拿了，都差不多吧。哇，这不是你最爱吃的麻团？哎，哥，你来看这个好。哎，这个上面那个那么薄的好，这一看就好。荠菜鸡蛋，给我拿一个。好，啊，美龄粥，桂花，哎，这个桂花糖玉，这可甜了，应该是。拿了豆腐脑，好像不错，愿意吃豆腐脑。你又拿啥了？哇，你又拿麻团了？嗯，哎呦，谢谢。还拿了一两块饼干呢，嗯，为啥呀？配饼干吃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要。我这已经早上就全是碳水了，你看，不再吃饼干了。你愿意喝豆腐脑？哎，你为啥从来不喝豆腐脑呢？我很晚就低档，满大街都是。那你这个人呢？啥高档低档？我不要咖啡，别咖啡我喝。你为啥要喝两杯啊？我喝四杯。哎呀，嗯，我这不知道咋说你，说那么多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哎，这里头那个什么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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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尝一尝。我不想尝。小红杏没有，就昨天晚上有那么一次，是吧？那是15块钱一斤。是吗？新疆卖那大去那20，一公斤。新疆那边。咱们在新疆没买到，都是没有节制，没有办法控制，而且吃完了胃不舒服，吃太多。你看你经常活着起来很好。废话，我还能吃死吗？没啥胃都有。说的不好，他也不至于死了。我活着挺好，就证明好了。所以你别买菜就买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。我昨天吃18个，你要是买回来，我都不知道吃多少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好不好，以活不活着为标准。好，太大了，走，他六亲不认的步伐。走啊！我这上衣太长了，把这一瓶给弄了，要不然显得这腿也太短了。对，你看看多能干，背着我的俩包。哇，上边可漂亮了。
走，别动，采访你别动了，我给你转。你看我火星子，是，你看像火星似的，你看你走的样。火星子，像火星吧，别火星子了。你像走那个火球上似的。最后检查一遍。其他的没事。啊，其他没有，马上超过八天了，现在开始测进。那那个星期加了两次 B 吧？加两次。重一点的。后面还有一个呢。啊，那是。想是上来的。那能不上来吗？特别好的。啊。这个儿科，你看你抱孩子都直接能开门，注意点啊。哪个？啊，对。我们车在哪边？那行吧，你坐我车，坐这个车，嗯，坐后面。乖巧哈，是吗？嗯，你好。到家了，你怎么打开的？有个锁吗？哦，哎呀，可以放，这个还挺好，还真挺方便这个哈。这个是可以是上身的，再挂上。是什么？再它这个餐就行了。哦，这个挺简单的，你靠这个拿，你就是盖板是这样的盖，这样的，哎，对，那上面这个刚才你说的，这个是拎这个，哎，对，这个是长管，这是弄这个，这个换，这爷爷学的可来劲儿了，好像你有机会推似的，那要啥呀？隔尿垫，哦，隔尿垫呢？不然的话，他一尿不就得洗？啊，你看现在多方便哈！这小车后边还有，侧面还有这么多，随手。你看妈妈天天在那边都可以考虑好多东西。不是，就是自来水。他水冲过以后，他水排掉了，没水了，后面再冲没水。别的冲了。反正他应该自动排掉，然后自动进。那我原给我设计的抽水设计是自动进去排掉。这吸墙上是干啥用呢？就不爱收纳，没地方放了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以为洗屁股都洗到墙上去了。我看看，这是这样的，这样洗屁股，坐在宝宝坐在这上边，然后这样洗屁股。天哪，啥都有啊，啥都有啊。啊，对对对的，这个很好。嗯。哦，还有这个呢。还得听我说话。怎么这么配套呢？是。嗯。小朋友当然是这个风格。是吧？嗯。哦，这样的，哦，哟，这真好，真好。是吗？这么大，真好，嗯。